大家好，我是大宝，我是恶魔，我们是 D&D。搞笑是我跟这世界连结的方式，搞笑是使人获得幸福的魔法。台湾专业漫才团体鱼蹦星夜，关于搞笑这件事，他们是认真的。找到 KTV 的部分，扣扣扣敲门进去，哎，发现怎么都是陌生的人啊？啊，因为认识的朋友还没来，所以一开始见面的时候有点尴尬。啊，没关系，那这时候讲一些炒热现场气氛的话题好了。啊，大家听我这边，啊，就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走错包厢了。等一下啦，为什么你要走错包厢？早点发现吧。不模仿，不开黄腔，不讽刺别人，回到搞笑的初衷。不开别人玩笑，我自嘲。然后我从生活出发，不去讲到这些其他人可能也许会觉得比较简单容易搞笑的东西。异想世界本周专访漫才团体鱼蹦星夜，带你度过欢乐星期一。8月25号下午5点半，晚上10点半，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